brush them off.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怎么又是这种感觉啊？为什么我一碰到他就觉得精神了那么多呢？啊，师傅，起来。他醒了？哎，不对啊，他怎么知道我醒了？不行不行，我得继续睡。我说你到底要在我身上赖多久？赶紧起来，不起来你就死定了。刚醒，啊！你难道不知道昏过去的心跳和醒来的心跳不一样吗？我从那么高的地方摔下来，我一时爬不起来，不行啊！哎，我问你啊，你这身体是不是有什么大病啊？为什么这么热？你身体这么冷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才有病啊！我先问的你。我们奇人天生体温就高，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？可是。那我碰其他奇人，为什么没有这种感觉啊？你碰我，难道有什么特殊感觉吗？那什么，刚刚谢谢你没有把我扔火里啊。我是一时糊涂。